次的场景挑选其实对我们来讲挑战蛮大的，全部的场景都是古迹。花莲文创园区这是非常的帮忙，但它同样有一个最大的限制，就是它是历史建物，所以你不能动到墙表面以外的东西。我们的主场景一楼的日光的茶仓出货区跟日光主要的大办公室都选在花莲文创园区。它原本是酒厂，它有很多漂亮的、有趣的，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的和洋折衷或是比较现代的建筑细节在里面。你这边一直是底下一点，这样拍才会大力啊。